退下，退下，我不跑了。你拉我一把。松松手啊！哎哎，我不是杨戬，杨戬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是故意骗你的。哎，站！哎，不是，杨戬，你听我说，我。天兵二人成组，百年休眠一次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哎，不是杨戬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进去。哎，我杨戬，杨戬啊！这个是我老婆，这个是我孩子。你的手环呢？天兵只有放下手环，才能和人类相爱啊！你，你想想，出来之后，除了见过我，还见过我们的同类吗？大家都已经放弃了，鬼才知道庞凯的通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开。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回不去了，不如在这儿为自己好好的活一把，对吧？杨戬，